们现在济南路舞台啊，虽然不是半年前济南路，可是我们现在济南路舞台，现在有一个我们全部都很尊敬的前辈，叫林毅球前辈，他现在在东部做他的苦行，他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因为媒体没有关注他没有关系，我们年轻人不能忘记他，林毅球前辈，林毅球。
所以明年见啊，谢谢。